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收看《标股急先锋》，我是主持人张怀慈。昨天晚上，美国四大指数收涨，带动今天台股开高。不过，就在部分 AI 族群还有金融股翻黑的情况之下呢，台股是虎头蛇尾，中场还下跌了九点，季线也得而复失。明天盘市的观察，替你请教专家。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林中祥、周强老师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 再来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严志恒，志恒你好。主持人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钟祥老师就要请教你哦。近期的资金感觉好像转向了 IC 设计族群哦，像是连家军的智源啦，还有系统啦、啊，都表现得很亮眼。还有像是另外的爱普也表现得很不错。那是不是在选股不选市的情况之下，IC 设计类股还可以布局吗？布局的时机点呢？好，各位同学，今天大盘开高。 出乎我意料之外了，收盘的时候还小跌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盘，好，今天大盘盘中最高涨多少？最高涨一百一十八点，哎、欸，收盘竟然还跌、欸啊，老师怎么会这样呢？老师收盘还跌九点呢、欸，老师怎么會这样呢？因为有一些股票不会涨，而且还一直破低，同学。 赶快加奈，加奈，你就知道标股在哪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都事先讲的，我永远分析的都是明天，明天哪一只股票会涨，明天哪一只股票会喷，明天哪一只股票会飙，明天哪一只股票你不能买。老师，我没有看过一个老师这么准，讲会涨的就涨停板。 讲不会涨的，它就跌下来了。同学，加了，加了，来。昨天晚上，哎、欸，老师都有花精神写的，哎、欸，这这不是随便乱掰的、哦。威盛创意，威盛今天涨停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上周五美股拉回，周一台股小跌一百三十点，还好外资小卖一百五十六亿。 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然后台股必涨，十月十七要台股必涨，外资又会回头买超。啊，我们问一下，今天外资是买超还是卖超？哎，刚才怀慈告诉我好像小卖超，但是也卖不到一百亿吧，几十亿嘛，对不对？十三亿而已。是哈，啊，台积电会供五百五，我们来待会来验证一下吧，一个一个验证。力万会挑战两千三，四星价差太小，短压两千八。 啊，然后重点是威盛，威盛会挑战一百三十块，我昨天就写了，今天威盛涨停板，而且爱普，我告诉你，它开盘价是三百七十八，挑战三百八十二，出量攻击来到三八八到三九二，但是。 爱普今天最高三八七，三八八没过，所以他过三八二，他开盘价三七八，好，来一个一个验证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同学看我的节目都知道哪一只股票会涨，哪一只股票不会涨。同学，哪一个老师比我厉害？请他站出来。 还有人跟我打赌啊，说这个这个技嘉，我说技嘉会破底啊啊，你有技嘉吗？你不觉得你的技嘉跟我的微胜差很多？好，来看一下今天大盘，开盘最高涨一百一十八点，收盘跌了三十三点，一档一档验证。 你看中央老师准到什么程度？好，今天的台积电五百五十一，1, 对不对？我昨天说台积电会攻到五百五，有没有准？有准了啊！阿力旺挑战两千三，今天最高多少？是不是两千三？ 今天最高多少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两哎哎，最高是两千，最高两千三吧？有有大。好。四星价差较小，我觉得现在很奇怪、欸，每个老师都说他有四星哎、欸，但是四星连续几天都不会涨、欸，你看四星今天还跌，短压两千八。 你今天如果去追四星，到收盘两千六，哎，啊，四星，你不觉得它一直涨不上去了吗？你不觉得吗？你不觉得吗？K D 往下，M A C D 往下，它真的是涨太多。今天最高的两千八，有没有写四星？ 两千八你还去追？你今天一追就丢钱啊！然后创意一七八零，这个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今天微盛涨停。今天微盛涨停，微盛一档都好几百张啊！我告诉你，微盛今天会涨停。 有没有看到威盛今天是不是涨停？我告诉同学，威盛这个高点应该会过，应该会过，好不好？我讲的话你不相信，你就加赖嘛！啊，你不相信你就加赖嘛！啊，威盛今天涨停，恭喜所有的同学，包含我们家族的同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昨天。 还是记得吗？昨天，爱普是不是跌？啊，我昨我昨天讲爱普，今天只有两条路，第一个量缩小涨，第二个出量暴涨。哎、欸，老师，量缩小涨也是要涨啊，出量暴涨也是要涨啊，那不是今天就涨定了吗？有没有涨？老师今天叫什么？量缩小涨。 昨天一万张的量，今天九千五百张，是不是量缩了？对吧？啊，小涨嘛。老师，开盘价三百七十七点五就是最低点。老师，你说开盘价位三百七十八，你们说会过三八二？你说会攻三八八？出量还、欸、没有出量，所以最高多少？三八七。看一下最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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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八七。 老师，你你你怎么开盘价高点低点？老师开盘价你做的？拜托，我从来不开盘价买股票的哈 <laughs>、啊，我从来不开盘价买股票的。你问我们的同学，我们今天买在什么位置？你问嘛？啊，明天呢？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爱普，啊，看一下爱普，这个高点叫四百零二，这个高点叫四百零五。 嗯，不会错的啦，四百零二、四百零五。好，这个高点有没有过这个高点？有，有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高点有过这个高点嘛？中国有句话叫做“事不过三”。第一次碰到没过，第二次碰到没过，第三次碰到怎么办？过啦，各 <laughs> 位啊，那明天会不会过？我不知道。 那有机会，枪尸呛死。<laughs> 那明天会不会涨停？我不知道，枪尸呛死，赶快加奈你就知道了，啊、哦，赶快加奈你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赶快加奈你就知道了，啊、哦，同学就这么简单，赶快加奈。好，那大家在做股票啊、呃，有的同学都说，哎、呃，看老师的节目哦，都有一些笑话。 那么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来，我们验证，让你验证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威盛是不是涨停板？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？我昨天有讲，来看一下威盛的月线。同学都知道嘛，庄家老师年纪很轻啊，才刚领老人卡而已，<laughs> 年纪很轻啊啊！我我有讲过啊，如果你是新手，你最近才。 介入股市的小白，你不知道威盛，因为威盛以前是台股的 CPU 的股王，他经过三十年的时间，哎、欸，这三十年呢，这三十年呢，三十年的时间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我没有，我我昨天是不是这样讲？那今天涨停板是不是刚刚好？已？啊，我讲完威盛，我们再讲系统。 系统系统系统现在已经五十几了，比比联电的价钱还贵。系统以前是股后，CPU 的股后，以前 CPU 的股王叫做微盛，啊、以前 CPU 的股后叫做系统。同学都知道，我们在这里都跟你讲在前面。啊，系统今天已经来到五十四块八哦，最高点五十四块八。 尾数又是八嘛，二五八，看到没有？五四八，五四八，对不对？五四八嘛，好，所以同学，钟霞老师永远讲在前面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看我节目的所有的同学，每一个一定赚钱。那我也告诉同学，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。 来看一下，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广达技家不要赌。我叫，我告诉你不要赌哦。我告诉你不要赌，我讲的很清楚哦。而且我还告诉你哦，啊，你买股票不是买来停损的。哎、欸，参加一个老师，他叫你买股票，他买的当下就设停损。 那为什么要买？我问你了，你买了广达，你买的当天你就设停损五趴，哎、欸，你不猪八戒吗？哪有人买股票当时就设停损？那你为什么要买？啊，明明不会涨，你为什么要设停损？对不对？看一下，我昨天还讲一只啊，折叠机啊，照例也是涨停的，哎、欸。 我不写，它不会涨停的。我一写，它就涨停板了。同学都觉得老师怎么那么神奇，就是这么神奇的啊！来看一下哈、啊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这里有写啊。我说高利不能碰嘛，八九九六的高利不能碰。 对不对？两根叠体。看一下两根叠体。它这一条叫做季线，这一条叫做季线。 这一条就是季线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季线扣底的位置在这里，所以它季线已经是实质的反压，所以你一定要卖，你不卖就一根跌停，两根跌停，三根，那你不卖，外资帮你卖，你不卖投，自营商帮你卖，老师，投信有买，投信买的单子抵不过外资跟自营商啊，听懂吗？抵不过的，所以同学。 股票不是买来停损的，买来停损你去找别人，你不要来找我。买来赚涨停的你来找我，好不好？你要买来赚涨停的，你来找我。那怎么找？加纳，加纳以后，然后你再打电话进来啊、哦。我们公司我们的助理都很亲切，因为他们要让你赚涨停板。钟祥老师要让你赚涨停板。 交还给主持人。好，谢谢钟祥老师的分析哦。在选股不选市的行情之下，到底还有哪些个股和族群值得布局呢？广告回来之后，继续请教专家。 欢回到标股急先锋，周昌老师，这段就要请教你哦。明天全市场都在关注的，就是红海科技日，到底有没有哪一些个股或是族群能够受到这个消息的带动呢？好，明天红海科技日，再加上这个黄啊、哦，这个 Nvidia 的总裁啊、哦，黄仁勋来到台湾，昨天还到宁夏夜市去吃小吃啊。宁、哦、夏夜市就我住在那附近啊啊、哦哦，那边小吃真的蛮多的。 那同学也都知道，啊，那同学你有没有加赖？有加吧，啊、哦，加赖以后，我要告诉所有同学，明天既然红海科技日，有一只股票你稍微留意一下啊、哦，我们这一只股票稍微留意一下，这是红海集团的，叫做讯息。啊、哦，你看啊、哦，今天它也是开高，啊杀杀下来，但是尾盘又拉上来，好，为什么这一只股票要留意？ 好吧，为什么要留意？我们先讲啊、哦。好，同学，你看一下，它是不是从低档上来，然后平台整理之后又涨上来？好，你注意到它的 K 线形态，它不是连续五天都有下影线，大概在一百四十八块这边就蛮稳的。那因为明天五日线扣低值嘛，所以他明天有机会出量拉一根红棒，啊，会不会涨停板？那你要看。 投信最近在买这一支，那这一支自营商也有买啊，自营商也有卖啊，外资是一买一卖，这外资是最大的散户，这一支只要融资不再增加，融券稍微增加，这一支明天应该有机会挑战一百六。那当然了，你要还是要看筹码啊，筹码怎么看？加了，好。 那我在这里跟所有同学报告，啊，我不知道你参加的老师是带你买什么样的股票，高利啦唯影，哎、欸、唯影有人说很看好，这个问怀慈就知道唯影我非常的不看好，对不对？唯影昨天跌五十五六十块，今天跌一百块，蛮惨的。 你知道是尾影是所谓的，哎、欸，老师外资都一直说那个尾影呐、啊，啊，上看两千多啊，你看今天尾影，尾影你今天如果开盘价买，你要收盘你是，输一百多块，一张就输十万，十张就输一百万啊同学，来、啊，看一下，你不觉得尾影完全是空方排列吗？ <coughs> K D 指标往下，<coughs> <coughs> 对不对？外资一致卖，老四头讯在买，头讯搞不好也开始要卖了。微 <coughs> 影它的这一条叫做季线，最近有一些同学来找我，他手上有微影，我二话不说叫他卖掉，真的、啊，我二话不说叫他卖掉。 我说卖掉你换什么？我说要不然你就换创意，因为尾影在一千四的时候，创意也在一千四，创意拉到一千七了，而尾影重错，所以老师还是非常的厉害的。啊 <laughs>、哦，老王卖瓜了，让我自己夸一下啊、哦，那我昨天是不是在这里告诉你？看一下昨天，哎，昨天，昨天，昨天，来这里。 我说高丽连两根跌停，反弹叫你卖，反弹叫你卖。广达要守两百二，技嘉要守两百六十二，都不抢。来，今天尾创跌破一百，来，呃、欸，怀慈记得吗？我说一百块的股票不能跌超过五趴，有没有？三趴之内它会反弹。我问你，一百块。 昨天收九十八，今天收九四七，有没有跌超过五趴了？有，既然跌超过五趴，一百块以上要再来的机会，或许会有，但是来的都是逃命，因为尾影太差了，因为尾影跟尾创是是同一个公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认为手上有尾创的，我拜托你卖掉。 那你记不记得当初伟创一百零六块的时候，威盛也一百零六块，还是应该记得嘛？我那一天我讲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今天伟创一百零六，哎，今天威盛一百零六，哎，你应该把伟创换成威盛。今天威盛已经来到一百三十四点五了，伟伟创来到九十四点八。如果你伟创是买一百一好了。 你卖掉一百零六，你去买威盛的一百零六，你的伟创不但没有赔钱，还赚回来了。同学，我讲的对不对？我没有骗你呀、啊，我是为你好啊。你为什么要打电话进来？你为什么要跟我助理聊天？因为钟祥老师帮你赚钱呐、啊。 对不对？啊！你们老师带你买广达的，你今天有广达的，你打电话进来，我明天帮你换股，啊，我明天帮你换股，会费帮你吸收，好不好？你手上有技嘉的，快要断头的，打电话进来，我帮你换股，我帮你换股。 有人跟我打赌说，技家这个点不会破，也、欸、快破了呢！那、啊、破了怎么办？破了两手一摊，我帮你换股，好不好？你认为技技技佳？哎、欸，你手上有技家的，你在这里已经没赚钱了，你要不要打电话进来？啊，你要不要打电话进来？你的晦气我帮你吸收。钟祥老师真的是佛心来着。 真的是佛心呐、啊！从我上这个这个电视以来，我每一档股票我都讲在前面。十几块的系统告诉你，现在来到快六十块啊！两百多块、三百多块的爱普告訴，告诉你来到四百当初我告诉你智源的时候，一百九十块，我说到快到四百。 真的到四百，卖掉，卖掉下来，把它换，换爱普。后来我告诉你，八十几块的，威盛，涨到一百五，告诉你不要追，下来一百一、一百零几叫你买。昨天一百二继续加码，今天涨停板。同学，我全部都在赖里面。 我全部都写在这里面，你的广达、你的技嘉，我帮你换股；你的广达、你的技嘉，我帮你换股。你输多少，包在我身上，我帮你赚回来。同学，没有这个霸气，做不到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霸气。 你要怎么赚钱？今天大盘从涨了一百，今天大盘从涨一百一十八点变成跌三十三点，你不要明天大盘再跌下去，你的股票要断头了。我们交还给主持人。好，钟祥老师，那就想要请教你哦，黄仁勋来台也没有办法带动这几档 AI 概念股往上走吗那他们到底还有没有反弹逃命的机会呢？所以同学，你一定要在这里加赖。 还有没有反弹逃命的机会？我认为明天应该就是最后的机会。其实我昨天已经写了，啊、哦，最后的机会你还不跑，我告诉你，下来的速度会很快。股票市场就是这样，怎么上去怎么下来。所以同学，赶快加赖，明天换股，我教你怎么做。我们交还给主持人。 好，谢谢钟祥老师的分析哦。钟祥老师有提醒大家，如果季线在上面反压的话，或许这场个股可能想要反弹上涨的机会呢，还是比较低的。建议大家可以换股操作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标股急先锋，我们明天再会。